与你人头，血迹不厌。调动天下云高手，自己帐下必不出人心。现在能跟本王作对的，没有那四大名将。生死决，决一死战。你们以为可以胜得过本王吗？飞龙在天！昨天夜里，猎户里跟四部尚书皆被人所杀，四部尚书府惨遭灭门，无一幸免。所有的事情均有人为引起，此事十分蹊跷，唯一的线索就是气。究竟会是何人下此毒手？哼！十几年的牢狱之仇，我们一定要报。四大兄弟都不见了，他们被抓了二人，哪里来这么深？凶手杀人之后不留下任何表面痕迹，谁干的？背后的操控黑手却将魔掌伸向了朝廷的众位大臣。你的易容术果然是名不虚传。马上就可以杀死四大名将，总有一天我会让这个人浮出水面。听从王爷调遣，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捉拿四大凶手，而是要阻止他们杀人。我们得一步步缩小排查范围。南侯府居然敢跟六扇门作对，咱要把人犯带走，先问问我的野狗。放假如敢趁机正法，那你就试试看。要来四大名将扶葬身死。就会永远地变成狼人。我们不想失去你这个兄弟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狼人，我要鼓起什么兄弟情谊，以及赐死我便好。真正能克制狼族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读心术。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？不行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从今天开始，把绣牌上的名字忘掉。那我叫什么？叫一个可以让你活下去的名字。我叫楚黎墨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但是黎墨，他不愿意屈服于命运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。你跟着我只有死路一条，我只会连累你。我们有了盟约，本来就应该同甘共苦，就算被你连累，我也愿意。不用。我的狼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我不想杀你。王子出现了，身在何处？在一个我最憎恶的地方。要结合幻影之事，现在只欠狼族王子的血。这一天，我足足等了16年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做到最好。只有最好，才能成为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，掉。是个就要一统天下，替你伸张正义的时候到了。只要王爷把我的儿子救出来，我温如玉
南院青铜我也拆起来。如此精心的布局，这棋局下一定是今天的利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约我来这里？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你的灭族仇人是谁？我觉得你是个很自私的人。这块玉佩就是当年诸狗贼屠我们狼族之后留下的。不仅仅是在月圆之日，任何时候随时。清醒一点。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，可是如果你不放掉过去，他会一直折磨你，复仇的火焰到最后会把你自己给烧死的。冷公子，放下吧。那个丫头挺不错的，为了救你差点连命都没有。她虽然不懂武功，但是不在寻常。哎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我希望冷公子以后可以像无情公子还有追命公子那样多笑笑。你高兴我会陪你一起笑，你难过我会陪你一起哭。我爱你。一向不把天下男子放在眼里，唯独对一人倾心却求之不得，令女子尝尽相思之苦。杨欢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他们全部都会死，我要让他们生离死别，永生不能相爱。只有读心术，读心控心二术深深相克，而懂读心术的人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，他叫卞红药。读心术心法，你娘当年就是凭借着出神入化的读心术，才能够破案无数，剑气如虹，皇宫内外失窃，司玉玺能够调动天下兵马。你们进宫查查，此事必须保密。果然是个好人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拥有？越是厉害，何玉玺掌握天下，要是有了玉玺，温如玉何尝不能建立我的五毒灵教？皇宫玉玺盗窃案，发现的毒就是温家秘方。这种异象是由16到18岁以上的人进行辨认，难道玉玺在他们手里？如果你真能帮我杀了姓朱的狗贼，奴奴这条命就是你的。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今日就是你们四大名捕的死期。替本王把玉玺拿回来。交出玉玺。你休想。那我就杀了你。杀了我也没有用。他的眼睛里全是你。冷峻，用玉玺换一个你在乎的人。天少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解药的。兄弟有事，我不能不救。如果紫罗公主发生什么意外，我顶多跟她死在一块。世事难料，一切事情冥冥之中也有主宰，谁都改变不了。活在回忆里，只会让人更痛苦。人应该是向前看的。我一点也不痛苦。在我心里，我这一辈子就只会爱你一人。我不会再让恨充斥着我的生活，但是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查出真正的凶手。我定会要他血债血偿。经历了这么多，
你终于长大了。楚离墨，不要离开我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不是说过，做任何事情要做就要做到第一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成功。不再想过去的事情，放下往昔的枷锁，只要你喜欢。雪，你还没死，你洞口的毒蛇猛兽全都被我收拾，现在就差你这个关头。你想要自由，对吗？那你就要帮我们呢。畜生，去死！玉溪失踪的事情一定和你有关系。玉溪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他说，就是那个。这种心玉的奇术失传已久，怎么会突然出现？这可是大明朝的命案。这铜钱的纹路、壁饰，都像是官家之作。为避免事情严重恶化，我们必须找出幕后黑手。这已经动荡了朝廷的根本。一定是他，王爷，这是招募来的勇士。本王卧薪尝胆16年。这一天，本王终于等到了。读心术的最高境界，是可以进入人的内心深处，从而找到他的最强和最弱。王爷做了太多的错事。当年蝶舞的死，你始终是耿耿于怀。你没资格提蝶舞。是非曲直，让我们进去一搜便知。寡人都已经等了16年，这大明的天下该早就是我无情。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。今天我救你一次，祭奠狼族的亡魂。把冷血给我活捉回来，这就是你的任务。他把我的心摔个粉碎，我也要让他的心一样受尽折磨。我不是你的